我吴潜好歹也是新闸路小霸王，我狂妄也有我狂妄的气质。吴潜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做一个社会有用的人。为了带领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获得民主和自由，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为了我的信仰，救国如身。 死而无憾。可惜，你的命不行。我们穷，我们卑微，我们不配愤怒。我魏成峰一定要出人头地。这一片我们会怕谁啊？谁都不用怕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新闸路永远是你的家。眼下时局动荡，我们要推举梁帅。 也要惩处奸恶。那些大人物，他只要动动手指，要你的小命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敢不敢跟我来一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决斗？所有的账我跟你们几个一块儿算。